凯啊，你也学会过日子，仔细点话啊。对了，孟非。小凯子，你也在这儿呢？怎么了，关经理？嗯啊，那个啊，那个不方便，我回避一下，行吧？你回来吧，你看啊，你就在这儿。哎，说吧。啊，飞总，那个我想给你借点钱，行吗？什么？借钱？我没听错吧？飞总，你别借给他，说不定干什么去呢？不是，小凯子，关你啥事？我也没给你借。就不借给你，怎么了？好了，别吵了。那个，你借钱干嘛呀，关经理？啊，那个，我这不是谈了个女朋友吗？最近。你谈女朋友啦？漂不漂亮呀？不是漂不漂亮的不重要，主要是他人好，那个家庭条件也好，这不是房子跟车子人家都准备好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差事，对不对？这不想给你借点钱吗？哦，找女朋友了，这个时候想叫菲菲总了是不是？嗯，哎，你真有意思，你高经理，关你啥事啊？高经理，不太对呀，你细品，这个女孩长得好看。啊，对你又好，哎，对，家庭条件还不错，嗯，让你给碰着了，啊，你怕不是遇上什么女骗子了？哎，飞总说啥呢？高经理好不容易找个对象，来，高经理，那个我这10万块钱借给你，你先拿着，好吧？你过来，高经理，咋了？这钱不是我给你的，你全都给他呀？这不是高经理急用吗？你看他不是他女朋友条件这么好吗？不是。他女朋友条件好，你不觉得像女骗子呀？嗯啊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你看他女朋友要是真成了的话，那是不是高经理再不会打入咱俩了？我怎么觉得你和高经理在 UFC 我呀？哎呀，这不是为了咱俩亲近吗？对吧？哎呀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能用咱们的钱啊！你等会儿我有办法，你们俩等我一会儿啊！哎，来，高经理。5万块拿着，这么多啊？嗯，咱不能差事儿啊，咱得让别人看得上咱们，是不是？对，谢谢飞总啊，那我走了，小凯子。这飞总，我给10000就够多，你怎么给了他5万？你干什么？我呀，找他哥借的。他弟弟跟我要钱，我找他哥哥借的。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哎呀，真有你的。